接我就要随机找三个路人给我他们的名牌纸袋，然后做成手机壳，一个星期后再还给他们，看一下他们什么反应。帮你免费做一个电话壳出来，然后就这种的，就是要有一个免费袋子，就是你给我一个袋子，然后做一个免费电话壳。OK， 好，谢谢。Secure 啊。OK， 好，谢谢。对，就那个袋子，然后可以做一个电话壳。我们改个。好嘞。免费帮你做一个电话壳出来，然后就是我们免费做电话，然后我们只需要一个纸袋。有点去啊。做什么电话壳？Selina 这种名牌袋子改造成一个名牌手机壳，就是这种2000块的名牌手机壳。可是大家都不愿意借我，所以我接到一些算是比较大众一点的牌子的袋子。反省了一下，刚刚我做的第一个，它就是很多气泡，所以这一次 Tommy Hilfiger Figure 的主人，我就不要涂外面那一层胶水，我只涂里面那一层。我们来看一下会怎么样。改造开始，这个是我要做的设计。By the way， 这个纸袋有一股古龙水的那种，因为讲到抽，只是鼻子有点敏感。那这个纸袋的主人讲，他很喜欢这个品牌，不怕会不会有点心痛，看到我这样拆他的纸袋。所以是这么说，你手上动作可一直没停。喉咙那几天突然烂掉，所以整段聊天我都没声音。喜欢 ，Thank you。Yeah。他有这个蟋蟀。我怕你不喜欢。喜欢。有没有？哦，还有切嘞。嗯。对。来听 ，Thank you。1到10分。1到10分。OK。Yeah。OK。8.5吧。OK， 好。8.5。哎，你好。OK，Thank you， 谢谢你。他还写了感谢文。I just need a paper bag, and that's it. I'll make a. You just need a paper bag. Yes, I just need a paper bag, and then I will just do a frame. This is the one that I borrowed. Oh, okay. I will need some more. Maybe yeah, I have this. Don't I? Maybe this one is nicer. So you will change it. Yeah. I change your paper bag. Okay, how cute. Oh, I see. That's it. That's cool. Yeah, that's it. Thank you. Well, I will return to you next one. Okay. Thank you.这是我昨天画的设计图，因为这个人的他的名字叫 Yumi， 所以我就觉得在上面放一个 Y， 做那个 3D 打印的，就是一个专属的手机壳。Let's do it， 打一点撕烂了他的 logo， but it's fine。然后把他的外面这一层膜撕掉，5块钱的手机壳。其实今天还蛮快的吧，这个手机壳会做到。Oh my god！ 现在就要把纸粘上去。打算直接把胶水粘在那个手机壳那边，粘这东西上去。
笑，对不对啊？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子放胶水啊。还有很多那种小气泡在上面，不知道你看到没有？我不喜欢，尽力了。Yeah. Anyways， 快一点，等它干先。现在就要做 Sephora 上，为了以防万一，因为他真的没有回我，我觉得上面我可以放一个 S 字。现在让我们先把 logo 画出来。生活不易，美女叹气。Oh my god， 最后这个人，我跟他约了两个星期，我两个星期之内我一直在问他，你什么时候得空，你什么时候得空，一次他就跟我讲，哦，我今晚得空，然后他讲，哦，对不起，我今天晚上要去 Johor， so 他又不得空，然后我就跟他讲，没有关系，直接在网上给我你的反应就好，然后他就没有回我了，哈哈。Anyways， 他最后回我，他就讲，哦，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可爱，我以为你只会把 Sephora 的牌子粘在上面，没有想到你加这样多额外的设计，他很喜欢，觉得很可爱，觉得很女性化，这样啦， blah blah blah， 哈哈。You can either treatment is delicious, but you need to give me a video back. When you make a YouTube channel, just any, but can I Sephora? I got a Sephora stuff. Oh, so just one kiss or? Yeah, one kiss with your video back. What's the? Oh, this is like a challenge. Yeah.Yeah. Okay. Yes. Okay. 所以这个是最后一个 Drunk Evan， 我没有听过这个品牌。Let's try. 没有听过。是卖什么？卖香水吗？卖什么？可是它不是一个名牌的牌子。为什么有一个麦片在里面？它里面是绿色，所以我觉得绿色也可以做一个东西。这个步骤真的很疗愈。然后我打算下面放绿色，跟着刚刚的那个经验，我放胶水，它一整个变到很丑，所以不要再听我讲废话了，我们开始做吧。双胎，所以我不要再放胶水了，这一次我就这样子留着就好。怎么办？这两个，你看它上面有那种纹，我觉得很丑哎，可是我想改变。没有关系，我们吸取经验，我们这个就不要放胶水哦，我们就这样。Case. Oh, this one. Yeah. I didn't stick the paper behind so that you can like change the paper to whatever. Alright. Yeah. Do you like it? It's really nice. Yeah, but it's for the girl, right? Yeah, it's for my girlfriend. Oh, it's your girlfriend. Okay. How much you rate? 1 to 10? A 9. Okay, thank you. Hope your girlfriend like it. Thank you.